直到我看到这一组磁力面板架，我才改变我的想法，不止美观嘛，当然也是实用啊。你可以随着自己的需求去做你的面板上的收纳设计，像这个，我选择就是调味料架，还有锅盖架，这都是可以随意这样子吸上去、吸附上去的。那像这个挂钩是它本身就附带的，就很适合挂这些我们常会用的料理的器具。接下来就是瓦斯炉增高架。我刚选在中岛的那边是白色的，那这边我就会选黑色，因为跟我的那个瓦斯炉刚好可以搭配。那它在这边的作用主要是我如果要煮东西的时候，这边用不到的炉火，我空间就很浪费。那我架在上面的话，我可以把我要煮的东西备好的料摆在上面，那我在煮的时候就很方便。